读卷，读卷，读卷。所以到哪里了？全部讲完了。所以开始在讲季布，季布讲了。奇怪，季布的印象我怎么一直没有？脏，这是干吗？这边的金，好，金到这边。啊，最后还是最严重的，还是最险的部分。那位进度的关系，我们要赶快。快点，快点。这次我一定要把它列上去，真的假的？对，玩到最后都在农怪耶，征战总是有进度吧？到皇宫了。啊 ，sorry， 我点跳过，怎么点红线？然后这里一样可以扫。一个玩家的介绍，哈，好帅！哦，我说他们都练红脚了。